医生讲的你冇听到啊，伊是怀疑你的精神出问题，所以以后你就想要食就食，想要困就困，莫胡白乱想。后边复诊时阵再来看觅你的精神状况是毋是有较好。我无问题。医生的诊断你也听入去？我家己的状况我真清楚啦，我真正无安怎。啊，不过你半暝安尼无爱困，疑神疑鬼。 讲讲啥物，你有看到鬼影，听到啥物奇怪的声音？我想讲你是有心开敏感嘛，情绪无啥稳定。啊，毋过拄则你伫外面，你坚持讲你有看到啥物鬼面具，这就无啥正常啊。玉茹，我感觉你应该是有幻觉安尼。毋是，我真正有看到鬼面具。你看到的物件，我看袂到。这毋是幻觉，无这是啥？ 你若变甲安尼，敢讲是王妍希，互你想倒来压力啊？啊是，你有啥物代志问我？我总袂当甲黄杰讲，是因为我骂才会杀落去。拢毋是。既然你也讲袂出原因，你着爱听医生的话，安尼对你的精神状况比较有帮助。你毋通袂记。 你即摆巴肚底有等人囡仔咧，阮妈嘛真期待，即个囡仔出世啊！我知影啦，我知影讲你对阮妈有意见啦，所以我看到你创治阮妈，你看我嘛是讲急点点，因为我相信讲你会有站在的。 创治还创治，你莫听讲伤害就好吼。你莫先甲冷静吼，医生有交代，你袂当想过激动。你要创啥？要敲电话给阮妈，但你即马有心需要人照顾，阮妈会袂当一工一工毋去找朋友，拢无照顾你啊，我要叫伊转来啦。毋免啊，若毋是真重要的朋友。 应该嘛袂甲去亲戚去交代，你倒去啦，毋免催，我会照顾我家己啊。这边哪会用的啦？你妈都有讲啊，咱已经结婚啊，伊会当开始有伊家己的时间，做想要做的代志。妈想要安怎就安怎啊，你莫甲动啊。所以即摆你嘛会替我妈设想啊？哦。 我是无希望你接到迄种，你歹做人啊。嘛好啦，反正我拄仔靠阮妈伊也无接电话啊，无就等伊家己敲电话转来。哎，郑婷，你哪来？是刚刚爱我来接你转去啦。是啦，我公司阁有真侪代志爱无闲啊，你一人转去我袂放心，我毋知请郑婷陪你转去。哦，咱行。 我嘛人咧，爸，医生讲你是去摔落，所以时间真用啦。煞毋知爱真用，为遐尼关所在摔落呢，啊毋着好甲在遐下骹树啊有够大丛，啊若无恁母啊早着往生去啊。我知影啦。知，你一个乌仔汉子，你敢知影？迄天伫咧海边啊，地缘讲吼，两个想无爱跳一个落去，蔡英如随外头叫我跳落呢。
伊讲哦，伊巴肚内底即卖有你的囡仔，都爱我跳落啊！佮讲你阿婆一定会替我报仇。伊安尼对待我，你即卖叫我留伫个病院，阿莫轻举妄动，你即卖是头歹起来哦。妈，我知影讲即卖你真生气，啊，毋过计划就是爱安尼进行。佮再讲即卖蔡艳茹听讲讲你已经死啊，所以伊真心虚。我就是要利用伊的心虚，互伊的精神慢慢啊出问题。啊，有问题佮会当安怎啊？妈，你袂记啊？咱之前对于动手失败，伊想要报警。假使讲伊啊精神状况是正常的，警方就会相信你讲的话，咱就真歹下手啊。若是讲即摆伊精神状况无正常，安尼就较好办啦。我就是要爱大家卖相信你讲的话。啊，医生证明的。我已经带伊去看医生啊，嘛开始伫咧病医留记录啊。医生只要讲有效，就是有效。接下来我就会一步一步，把伊逼到起效。好啦，安尼嘛好啦。上无哦，我唔免阁去因家应付啦。你着好好照顾你迄个小某哈。我知啦。啊，不过伫伊无名之前，我是要想看卖啊，安那利用伊即摆即个病情，来洗清我的罪名，然后将妈你所受的委屈，全部偷偷转来。好困啊！我无甲伊朋友药水面，我想要洗身躯啦。对啦，正晴，我即阵仔有心胃口较无好，你去替我买一挂青草小菜。好，我先去买。我感真正精神状况有问题。像啊，敢毋是我目睭花？是我害死叶丽梅，心虚，才会开始产生幻觉。早起无代无志出现的，嘿，迄只有可能是叶丽梅遗物诶。你无感觉这顶头的土甲土脚的土同款？真正是，真正是叶丽梅，你会跌落去拢是意外，不管你是生还是死，我拢无可能让你交了我的生活。
你的录取拢是因为你骗囡仔的功力真正太厉害啊！啊，是你认为你无迄个能力，所以你配袂起这份工？什么老师？阿俊哥哥每次来找吴主任都会跟我们玩，所以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他。所以你跟吴主任站起来。珊珊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，是讲阿俊真正喜欢你，你嘛无好多主动啊，敢不是？不是已经把窗仔门关起来，是我记唔对，是谁的手机在叫？